出击还不给东西吃，被关了四天，武志恒受尽伤害，身心俱疲。事后郭永淳对武志恒道歉，说自己这么做是因为爱他，希望他不要宣扬此事，以后会照顾他一生一世。单纯的武志恒相信了，真的没有告发郭永淳，还傻乎乎的嫁给这个施害者。一个女人的恋爱脑能有多可怕，自愿嫁给伤害自己的人，为了对方一句话瘦成人形骨架。武志恒还没成年就被男友郭永淳强迫伤害，奇怪的是他不仅不生气，还担心自己魅力不足以留住郭永淳。郭永淳在哈佛念书时凭借帅气外表迷到不少女生，外国女人都很火辣大胆，这让武志恒很没安全感，生怕男友会离开自己。一次郭永淳回国看望武志恒，两人浪漫度过几天后，郭永淳无意说了句你好像胖了，武志恒如遭雷击。他一直觉得自己不够漂亮，只是学习不错身材不错，能进入模特圈是因为努力而不是靠颜值，现在男友觉得自己胖了，自己必须瘦一点美一点才能留住他的心。为此武志恒开始疯狂瘦身，他本来就不胖，只有80多斤，只有脸上肉比较多，为了更瘦他尝试各种办法减肥，吃药就吃了很长时间，被严重的副作用影响，失眠掉发，头晕目眩，经常要靠安眠药才能入睡。武志恒却一点都不后悔。19岁时他如愿接到牛津的录取通知书，兴奋地告诉郭永淳这个消息。郭永淳并不开心，他说如果武志恒去上大学，自己比他先毕业2年，不能保证两人一定能修成正果，要想在一起等自己哈佛毕业后，武志恒就要放弃读牛津。在梦想和爱情之间，武志恒恋爱脑发作，选择了爱情。父母得知情况极力阻止，武志恒坚定地表示你们放心吧，我一定不会后悔。等到郭永淳毕业，两人如期举行婚礼，婚礼当天武志恒笑颜如花，以为自己得到想要的生活了，却不知这段婚姻暗藏汹涌，日后自己会付出惨痛代价。婚后武志恒安心在家当家庭主妇，照顾郭永淳的饮食起居。郭永淳玩心大，经常夜不归宿，身边也总是环绕着莺莺燕燕。武志恒没有怪丈夫花心，觉得是自己魅力不够，为了留住丈夫，他一直服用药物让自己变瘦，常年吃药让他吃坏了身体，后来查出肠塞症，多次做手术，整个胃都被切除了。这么一来武志恒更瘦了，最瘦时只有44斤，看起来就像骨头架子。他的精神也出了问题，医生断言他以后的体重都不会超过70斤。武志恒变成这样，郭永淳满心嫌弃，不想被说闲话，他一边假意陪武志恒治病，一边在外面寻欢作乐。2006年武志恒病情加重，这些年他前后经历10几次手术，身体严重受损，每天只能靠药物和流食勉强维持生命。妻子和死神赛跑时，郭永淳无暇顾及，他正忙着和女星杨爱瑾谈情说爱，害怕影响名声，他没有主动要分开，而是离开家玩失踪，不管武志恒怎么找他都不接电话。2年后郭永淳才主动提出离婚，武志恒这才明白丈夫躲了2年是因为分居2年就能离婚，即使心里不甘心也舍不得，他也只能接受。离婚后郭永淳把杨爱瑾娶回家，武志恒无奈表示对他们的感情不想说那么多，唯一希望郭永淳能资助一下自己的医疗费。走到今天这一步只能怪武志恒很傻很天真。苏醒万万没想到被自己当成弟弟的人竟然会和女友走在一起，公然放出和女友的亲密照。苏醒当年因为快男火爆一时，事业巅峰忽然消失，这一切都是因为女友下行。早在快男之前，苏醒就已经小有名气。2003年他报名全球华人新秀唱歌比赛，拿到悉尼区第3名。2年后他参加了伯乐巨星挑战赛，过关斩将捧回冠军，音乐天赋初露锋芒。2006年苏醒再次报名全球华人新秀唱歌大赛，一举拿下悉尼赛区冠军。2007年回国发展的苏醒赶上选秀大行其道，报名最火爆的快乐男声，海选时顺利拿到西安赛区冠军，因此进入总决赛。苏醒参加快男时凭借出众的唱腔和长相圈粉无数，击败张杰、于浩明、魏晨等人气选手，夺得比赛亚军，人气比冠军陈楚生还要高，事业迎来巅峰，爱情也随之到来。苏醒经人介绍和夏航燕相恋，夏航燕长相清纯，身材火辣，苏醒对她非常着迷，确定关系后火速公开邀请女友当自己 MV 的女主角，在各种场合花样表白。苏醒妈妈也很喜欢这个准儿媳，出钱出力为她开了一家服装店，这段恋情获得不少祝福。当时苏醒沉浸在幸福中，完全没想到4年之后自己会为夏航燕毁掉大好前程。2010年李伟横空出世，在快男中拥有极高人气，这是他第二次参加快男，之前一次经验不足止步50强，这回如愿拿到好名次，签约天娱成了苏醒的师弟。苏醒很照顾李伟，将他当成弟弟对待，经常一起参加活动，还担任过李伟的驻场。2012年李伟用小号曝光一张私密照，照片中他双手捧着一个女孩的关键部位，自己的脸被打码，女孩的脸上只有个胡子道具遮挡，样貌看得一清二楚，网友认出女孩是苏醒的女友夏航燕。这张照片爆出后引发热议，苏醒气坏了，他想找机会和李伟当面对质，李伟似乎早有感觉，刻意躲着苏醒，直到两人一起参加台北中歌榜，李伟被苏醒堵在后台暴揍一顿。据说张杰为了不被人拍到关上大门，事后有人爆料苏醒动手时现场没一人拉架，李伟被打得很惨，含泪完成后来的表演，苏醒也为自己的行为付出代价。